得亏您各位支持，我们走到了今天。哎，当然要感谢谦儿哥。那是没有感谢我，我每次上台必须得感谢谦儿哥。怎么？因为我在这个台上只占20%。哟，那80%呢？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就只是说他们呢，合着没办法啊。怎么呢？不说你说谁呀？哦，我从小学相声，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了。捧哏啊，谁站在外边谁说我。他们也说郭德纲他们家怎么着，郭德纲他大爷怎么着，郭德纲他大妈怎么着，如何如何的。嗯，我们这行就这样，谁站在里边谁应这个活，谁拿这份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就不是真的。列位，角色，你以为我站在台上我说谦儿嫂如何如何，嗯，我就那么开心吗？啊，你就那么开心，你就让我看出来了。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您又客气了。见嫂子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那倒是应该。真的，我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哎呀，心里别扭。嗯。工作上的事儿或者什么事儿别扭。哦。解不开这个疙瘩。怎么办呢？谁劝都不行，只有嫂夫人。哦，我媳妇劝。哎呀，我跟自己较劲都不行了。嗯。到嫂子那儿去。嗯。一定能够把我说服。怎么那么别扭啊这词儿。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嗯，咱们就当好词儿听，反正我们好好过日子。哎，这谁呀？真的，嫂子也确实是大家闺秀。哎，他谈不到，人家这才是一家人家呢。这个是书香门第，宦官之后。是宦官之后。人家那个不是宦官，是太监。啊，是吗？您是真刚知道吗？家里做官的吗？不是，嗨，做官的倒是。他曾祖父做官的吗？啊，那是老年间，在清朝负责鹤顶红的品鉴。这差事官运不会忘吧？上任的当天就去世了，啊，那就是来活了，那就是。后来，他祖父也就是他爷爷不就说了吗？啊，说咱们别做官了。怎么不做官了？瞧老爷子做官上任当天去世了啊，咱们还是多活些年比较好。这是好的。所以后来他的祖父，嗯，投名师访高友，成为一个武术的大家。哦，练家子了。那当然了，天下有名的侠客都教过你的祖父。哦，您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铁砂掌的大师。哟，那是双手上的功夫。单巴掌挥动500斤的力气。哦，两巴掌1000斤。有能耐，教过你祖父。是啊，可惜这位大侠英年早逝。哟，怎么死的？早晨洗完脸啊，拍爽肤水啊，哎呦，拍个稀碎。这么大能耐，跟自己要使什么劲呢？这个，就是这样的侠客都教过他祖父。哦，就拜着缺心眼的侠客吗？那祖父很厉害呀，真有能耐吗？啊，那是 啊, 啊，到最后铁兵刃。不敢沾手。为什么呀？怕把对方伤着。就这么大本事啊，出门在外得防身呢。那怎么办呢？带着葫芦，一葫芦就打架了。哎，对方一来人了，老爷子掏出7个葫芦来。还7个呀？有口诀啊。怎么念呀？叮当当咚咚当当，葫芦娃。没有7个，没有7个，啊，一个啊，这差不多一个大葫芦。哦，后来嫌一个葫芦杀伤力太大，那还怎么办呢？从当间切开，半拉，半了葫芦，这叫瓢。是，他祖父背着这瓢啊，那瓢遍天下，那叫打遍天下，打遍天下无瓢手。哎，好嘛，顺我者昌，逆我者瓢。好，上下游他全包了。嗯。再后来他祖父就病了。你看就是嫖的，这就是。嗯，你别说这么脏。废话，这嫖的嫖遍天下可不是病了吗？这个不是，练武术练得走火入魔。哟，真病了。得了很重的病。什么病啊？全身不遂啊。哎，全身不遂。是的。那叫半身不遂。得了2次半身不遂。好，一边得一回对上了。嗯，但是头脑很清楚，那有思维。哎，而且眼睛能动。这怎么眼睛怎么动？全身都不能动啊，但是眼睛很活跃。哟，哦，这眼神很好。嗯，哦，家里说这怎么办呢？嗯，得了，
给娶个媳妇儿吧。干嘛这时候成亲呢？当年管这个叫冲喜。冲喜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喜事进门来，把这事儿就冲开了。哦，有这么讲法。这才娶了你的奶奶。哦，结婚了。老两口过门之后十分的恩爱，是生了八个孩子。那是那时候说天底下，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下。我问问您啊，嗯，那个光靠眼神就生八个孩子，啊？这可能嗯啊，行，就别往屋里吊人了。嗯，爷爷个性，什么叫个性？要强，没有要强的事，反正是有孩子，有孩子是有，要不然你父亲能这么嘚瑟吗？怎么嘚瑟了？你想他爸爸那会儿年轻的时候正赶上好时候，怎么他爷爷挣这么些钱也没来及挥霍啊？都给他留下了，到他爸爸这儿，他爸爸那会儿这叫纨绔子弟，纨绔子弟，呵，玩大胯，这是不是啊？没听说过，怎么说？那叫纨绔子弟，先玩裤子啊。啊，后玩大胯是吧？玩什么？纨绔子弟。纨绔子弟，对，他父亲年轻那会儿，嗯，那会儿就穿英国的西装，洋装，意大利的皮鞋，这讲究，喷法国的香水，这世界最好的，特别的香啊！这什么牌子？法国香水啊？那认识了，特别香。哦、没听清楚啊？什么牌子？认识了，哎呦，可香了！你先别顺着往下说呢，你这。这什么牌子呀？王守义、嗯、啊，十三香啊！我爸爸出门喷一身佐料干啥？我得会呀，我呀，我不会您就我得会这个画过发呀。哎，嗨，什么画？画发会吧？法国画，我可得会，反正很香就是了呗。哎，是他爸爸戴那大戒指啊，好家伙，祖父绿的啊，祖父绿的，那叫什么？那叫祖母绿的。让祖母绿的，那还是祖父绿的呀？这个，我管你们，不管你们那个，不管你们啊，就叫祖母绿。反正很厉害啊，就这么一个家庭。包括后来娶了他媳妇儿，嗯，嫂子真好、哦，嫂子体育健将，啊，他是练哎，国家跳河队的，嗯，跳河队的干嘛？什么？跳水队的呀？国家跳水队的，对呀、啊，哎，经常出国比赛，哦，这回啊，英国了。嗯，是过两天啊，澳洲了。嚯、哦，最近嗯，接客了，这、哎、接客了，接客就好长时间了，没听说过。这练练跳水换工种了，这个接客斯洛伐克，您说清楚了，出国了吗？哎、这不是就爱上接客那儿去，嗯，啊、挺热闹，嗯，那是嫂子还参加过那个全世界的铁娘们三项运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叫铁娘们儿，就是游泳、蹬三轮车、打老太太那个。什么呀？改流氓了吗？这不是铁娘门三项运动吗？别走大字眼了，您就是不是？所以说铁人三项嘛。所以说没有人敢对嫂子有非分之想。那是那个，那不是一般的娘们儿呢。呵好，铁娘们儿愣，知道吗？嗯。但是呢，有时候从他们家门口过，我还愿意进去跟嫂子聊会儿，啊、嗯，看看老太太。哦、看老太太，看看他母亲、嗯，他爸爸经常不在家。哦，不在家吧？他爸不在家，有时候老出去，嗯、哎，找人喝酒去。门口这王奶奶家、李寡妇家什么，他爸爸不在家，都上这地方去。对呀、啊，就是家里有时候就是他媳妇跟他母亲。啊、哦，就娘俩。哎走到你家门口，哟呵，谦哥的家到了，就爱上他们家玩去。是吗？住平房，哎，比楼房舒服。是，抬手拍门，哦，啪啪啪。这是拍门的吗？这个，我啪，啪啪啪，你换个方式，嗯，就得这个。哎呀，这过瘾呢、啊！你别的不会，嗯，一敲门，嗯，厅里边出来人的声音就是嫂夫人。那怎么听出来？一边走一边还唱着呢。啊、哦，他喜欢唱。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哎哎哎哎。情人郎你老没回来，哎哎哎哎，解开了香罗带，我是露出了兜兜来，脱毛裤啊，哎呦呦，穿上这好，什么天你连毛裤都穿上了。门分左右啊，嫂夫人出现在门前，哦来了，穿着个超短裙，这场合穿超短裙在家里怕什么？又何况不是那么短啊，到哪儿啊？锁骨啊，
那不是超短裙，那叫假领子，知道吗？超短裙上面这边在锁骨的上头，我问下头，在锁骨的下头，这不还这么长吗？这个啊，嫂子您挺好的，嗯，嫂子可大气了。她说：“死鬼，哎啊，缺德的啊！哎呦，提上秋裤就不认账了。好，这毛裤换下去了。嗯，上家去吧。嗯，那个谦儿哥在家吗？哦，你来的正好。嗯，刚走。哎，刚走。”刚走叫正好啊，那个老太太在屋吗？看老太太，老太太在那屋呢。哦，平房大院，是我得看看你母亲，应该的，你妈就是我妈。您哎，一打开门，嗯，老太太坐那弹钢琴呢。哎，我妈好这个，这是一般的老太太吗？是吧？啊，戴着个金丝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嗯，有文化，坐在钢琴这儿，上面放着谱子，还有谱，离着远瞧不出来啊，隐约看见柴可夫斯基也不什么什么协奏曲，这还挺高端。不敢打扰啊，嗯，老太太那儿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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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我妈坐猪圈里弹钢琴呢，没听说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这是什么柴可夫？这送柴火那个司机写的。哎，啊，不怎么样，我哪懂这个玩意儿去啊？哎，一曲终了，哦，老太太一回头，嗯，还是。猪八戒走了，这是，嗯，老太太回头啊，瞧见我，嗯，兄弟，等会儿，越说越不像话了。我妈管你能叫兄弟吗？你这个人有问题。我怎么有问题？咱俩人跟亲哥们是一样的呀。对呀，对不对？啊，我拿你母亲当我的亲娘啊。那就应该的呀。我这一进来，老太太看见我了，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德刚来了啊。前两天还念叨这小子怎么不来看看我来，哦，他们说你忙出门演出去了，没想到说你就到了。今天看见你，我真高兴。嗯，这么一段话你听成了兄弟，我这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我这。这怎么都听乱了呢？这娘啊，您挺好的啊，好，快坐那儿子，嗯，最近挺忙的吧？哦，还行，托您的福。哎，老太太您挺好，还行还行还行。哦哦哦，今儿你来了赶上好日子了。怎么？今天是我生日哟。您赶上了。哎呦我的娘啊，啊，您高寿啊？是我生于昭和1926年。对，日本人。你老太太日本人呢？不是，我怎么按那儿的算呢？我出生那天，我们院里招了一个姓何的来了啊！别提这个，我有点印象。那人26岁啊，哦，到今天我也不老小的了。是，等了，那个，嗯，今儿来了，好好的，一会儿咱们吃寿面。那好，喝点寿酒。哎，哎呀，娘啊，我不知道您过生日啊，嗯，要知道您过生日，我不能空着手来呀，啊，还要送礼啊。老娘您坐好了，您，我给您念一个增福增寿经。您还会这个？老太太说：“听经哪能坐着？那你等我躺下，躺下听经。”老太太躺好了，拉过白床单儿一盖。哎，得，这就要送。哎，念吧。哎，对，我这志志诚诚，嗯，给你母亲念这增福增寿经。是，道长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太下海中将生好，苦海滔滔孽子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这是增福增寿经吗？这个接的接的不是接的不是僧经的。就你划着船来的是怎么着？巴扎嘿，这什么都有，这里头怎么那么乱呢？我哪懂得这个去？表一表我的心意，得了，心领。念完经了，我一看，好，老太太睡着了。你瞧，没听进去啊！上岁数人家就听着听着，哎呀，困了，觉多呀，我也不敢动了。是啊，你看这会儿功夫门一开，谁？你媳妇进来了。她看看我，嗯，啊。对了，睡了睡了啊，哦，嗯，啊，偷走啊，回来，怎么意思？你们俩这满脸跑眉毛的，这个老太太睡觉了，她叫我出去啊，帮着她上厨房做饭去。就做饭就做饭，你说不就完了吗？她把老太太吵醒了呀。哦，我们俩一前一后出来。嗯，你们俩是做什么心虚的事儿了？
到厨房，嗯，把门关好了，哦，插销插上，把帘儿挂上。你们干嘛呀？做饭。做饭关门撂帘儿干嘛呀？平房这屋没有抽油烟机，哦，万一油烟子出去给老太太熏着怎么办？哦，怕给老太太熏着。嗯，你们就不怕熏着啊？我们会人工呼吸，不用脏心烂肺。不是，你说清楚。做饭呢，我们正忙着呢。啊，外屋打起来了。谁跟谁呀？你母亲跟你那儿子。哟，这怎么会打起来呢？于谦老师有一儿子，是淘气，这小孩嘛，没有这么淘气。当然家里是真宠。那是啊，你想这孩子这个名儿就很富贵，叫什么？张王李刘赵孙杨。好家伙，这几个姓没有一个姓于的，你讲。这就如同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啊，不用这样。张王李刘赵孙杨，哎，进门一瞧老太太睡觉，他可得意了。是因为你母亲好抽烟啊？对了，有一个烟袋啊。现在老太太抽烟的很少了。是是，你母亲呢，抽不抽搁一边，这是一个念想。怎么个念想？好家伙，乌木的杆，白铜的锅，翡翠的嘴儿，真讲究。这是你母亲的陪嫁。好家伙，四五年了啊，四五年了。陪着四五年了，1945年嘛。嗨，您说清楚了，啊，就爱这个啊！想当初闹日本鬼子，哦，两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嗯，一队把你父亲押出来了，哎，一队就把这烟袋搜出来了。好家伙，日本军曹拄着刀告诉你母亲，说人和烟袋只能留一个，真狠！你妈哭着眼泪哗哗的啊啊！一指你爸爸，是是，把他弄走吧，哎，把他弄走了。你父亲抓走的转年生了你大姐，嗯，你想那时候就是日子啊，确实是。不对，怎么不对？等会儿啊，转年得走转年生的我大姐，转年年底得说啊，年底也不像话呀 啊就怎么回事？不是你爸爸半截跑回来了，哦，跑回来，哎，你爸爸到了那个日本兵营，我得跑啊。对呀，你爸爸就往外跑，哦，一跑呢，哎，嗯，日本鬼子一枪给他撂那儿了，这还是没他事啊，这里头不是打腿上了，没死了啊，哎，一转身掉山涧底，还摔死了。不，山涧底下他又有草，没死，掉石头上，好，还是摔死了。不是他踩着石头，他爬上来了，还是没死。哎，一上来日本兵等着了，当，你折腾我爸爸干嘛呀？我折腾我行不行？折腾我没有用，你就不你说清，这都不重要啊，不重要，啊，这太重要了，这反正这个烟袋很重要。啊，这怎么着了？小孩跟这玩烟袋，啪嚓，烟袋碎了。哎呦，你母亲一撩这白单子，噌就起来了。是啊，我要咬人呐！怎么了？这是呆子，嗯，还是孙猴，追这孩子。哎呦，娘俩跟这院里边打起来喽！哎呦，多热闹！孩子哭，大人闹啊！厨房里边，我跟嫂子就听见了。那还不听见？嫂子一听不对呀，啊！啊，这是我儿子哭啊！他听得出来，这个声音我熟悉啊。是张王李刘赵孙杨。别提这名了，行吗？哎呀，我得赶紧救我的儿子！哦哦，站起来，开个插销，拉开窗帘，推开门，往外就冲啊！早干嘛去了？哎呀，我儿子这是怎么的了啊？你先等一会儿，啊，怎么连衣服都脱了？不是刚才热，把外套脱了。啊，您说清楚。哎，他一出去，我也得看看去。就是啊，这好模样的你！你连裤子都脱了，你们到底是做饭的吗？这个？到院里去，吓死我了！怎么了？你媳妇跟你妈打起来了？他们俩爱打起来，好，裤衩满天飞呀！嚯，动了手了！我也不能搭茬，我也不能说话，我也不能劝。那是站边上，我跟傻子似的呀！嗯，啊，嗯，哎呦，你媳妇真急了。是妈，我跟您说啊，说什么？您说出大天去，您可以，您管孩子，我不拦着。您不能欺负我们孩子。哦，是是，您看我儿子哭成这样了啊！嗯嗯，我可怜的张王李刘赵孙杨，你别提这个了，行不行？啊，您要这么欺负他，我跟您说实话吧。哦，这儿子不是于谦的。老太太仰天长笑。哦，你以为这个玩意儿就降住我了？是，于谦还不是他爸爸的呢？没听说过。于老师对我的帮助，您怎么那么客气？真的啊，以人家那个家境，人家那个状态，嗯，能说相声是我的福分。哎呦，这就过严重了。你看我在台上老拿他开玩笑，这个那个，人家在家里边跟个小宝贝儿似的。那。我这岁数还小宝贝儿，给你们透露一下，他们家他是两门守着这么一个儿，啊，您细说说。嗯，他两门就是他父亲跟他大爷，哦，这两支儿还很不好说。比如说，哎，我是他父亲，然后你别这么举例，别这么举例子，就是啊，他爸爸是哥俩，人家听得明白，听得明白。是他大爷那支儿没儿子，
哦，就是拿他当我儿子，就是什么叫当谁儿子？拿他当儿子是吗？哎，怎么这么难说？两只守着一个啊，就明白了是吧？啊，哎，就是宠的都不行了，从小都惯。那会儿他，我听老人说他大爷跟大妈那会儿盼儿子盼的都不行了，想得儿子。哎呀，那个尤其他大妈啊，一心就想啊，嗯，我得给老于家添一儿子啊啊，有这想法。一晃跟他大爷结婚那么些年没儿子，真着急。是，怎么没有？不能在那会儿生好几个啊？哪会儿生好几个？那会儿一块儿的小姐们都生好几个了。您说清楚了，我怎么没有呢？后来连那个偏方、封建迷信都用上了。哎呦，有人告诉了啊，说谁家死人出殡啊？你看孝子跟那儿哭丧哦，哭丧不得摔老盆吗？啊，得摔个盆儿。北方有这习俗，孝子一搀出来拿一盆儿啊，跟这儿一哭爸爸一哭妈妈，啪一扔哦，地上有一块砖，嗯，就这盆儿摔在砖上，摔得粉粉碎。是，谁过去抢那块砖拿回家？文言词叫义子孙，哦。就说明拿这个回家就后边容易生孩子啊，就跟拴娃娃那个道理差不多。他大妈真是满处扫听谁家死人了，知道吗？打听这多丧气。哎呀，挨那个打都无数了，真的吗？是啊，人家结婚他也问今儿出殡呢。嗨，这太没眼力见了，这是盼子心切。他大妈那会儿啊，一说这家死人了，明儿好早晨8点出殡，哦，凌晨4点他大妈就上那儿等着去，就等抢这个，就等着抢那块砖。你瞧瞧，他比孝子去的还早呢，他这叫虔诚。到6点来钟，大妈跟那等着，哈哈，这就跃跃欲试，等着抢啊！周围那老太太都劝他：“你行了吧？怎么，你也让别人抢一块吧？都让他抢去了。你们家拿这砖都盖了3间北房了，好家伙！啊，这租房子去了，这个啊，你让别人抢不听，非抢。大妈手也快，就抢这砖，是吧？”孝子搀出来举这个盆，我那砖呢？没了，还没摔呢就抢走了。大妈抱砖跑了，那快，好家伙，就希望有一孩子啊。当然最后这针儿生了一小子，也算啊挺好。是两门守着一个，你这多疼啊，宠的都不行了。是真的啊，你说这个样的家庭很容易把孩子最后溺爱了，就惯坏了。但谦儿哥没有啊，我倒还行。我们合作这么些年来，咱实话实说啊，嗯，我发自肺腑的是真的，灯灭你灭，真的，我灭干嘛呀？您起誓我灭干嘛？就这样显得真实。我不用，真的不说谎，谦儿哥那是人中龙凤，您过奖了，都是厉害的牲口，真的。牲口不是，人中龙凤，马中赤兔。啊，那您就是好啊！哎，您别带牲口。我举一个例子啊，啊，举一个例子啊，您说，就说他这个疼人劲儿，我，比如说郭德纲，嗯，在后台待着，哦，这一屋子可能有300人、500人，啊，人多，哎呀，都有吧，徒弟们、孩子们都在，嗯，我说了一句话，您说，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一下？哦，手机没电了。说完这一句话，嗯，这屋里边没有人理我，都不借呀。只有谦儿哥站起来啊！我给你拿去，啊，我这方便呢。谦儿哥先把输液这针拔了，我这还输着液呢，啊，把呼吸机拔了，我能拔得动这个也还行。嗯，把胃管拔了，嚯，我这玩命来了，把肠镜拔了。哎，我不知道，我还以为电的呢。这个，嗯，都拔完了啊。打开门冲出去，回家给我拿充电宝去。我这是疯了呀，我这一出门啊，一出门打雷下雨，还没完呢，就这雷，嗯，奔着于老师这脸，咔，这雷也是解着恨来的。嗯嗯，啪啊，摔那儿了。哎呀，站起来还往家跑，就这么执着啊，往家跑。嗯，往前面走，地上有狗屎，我这大灾小灾都得来，一脚踩在狗屎上了，嗯，日啪砰，旁边有地沟，掉地沟里边。哎呀，地沟里边都是大铁钉子，尖冲上。这谁修的地沟啊？这是怎么那么损呢？这个趴在这上边了啊，打这上边再说，一身的眼儿啊，哇，那血刺的就跟那什么那个花洒似的。好家伙，刺着血还往家跑。哎呀，给我拿充电宝去啊啊啊！哎，没忘。再往前走，马路上过大汽车，
还有大卡车奔着脸来打，啪！行了，嗯，站起来还往家跑，还跑呢。到家拿充电宝，转身给我送来，这扭脸就出来了。转身一出来，汽车又来了，啪！这孙子等着我呢，是怎么着？撞脸上，他不走了，他往回跑，往回跑啊！郭德纲还等着充电宝呢，好嘛，跑跑跑跑跑！哎呀，哎，地上那个狗屎哪去了？我找屎呢，没有狗屎，地沟还在啊，自己滑，啪啪。我一猜就是扎一身眼儿出来，滋着血往这跑啊，还有血呢。到这门口不进来，哦，等那雷呀、啊，呵好，等十分钟雷下来，咔，嗯，劈脸上，这算踏实了。行了，哎，再没了。开门进来，嗯，充电宝给我，行了，我眼泪都下来了。您是得哭哭了，我都感动死了啊！接过充电宝，捋出线来，找着插头啊，插在我的充电宝上。哎，你缺德不缺德？不是手机没电了啊！哎呀，就是说这个意思。明白了，明白。我们俩好的不能再好。您想想吧，生死弟兄，过命的朋友是。什么叫朋友？哦，这还有讲吗？什么叫朋？哦，单字。上古时期，人们都住在中原地区，嗯，离着海边远，拿贝壳当钱。哦，这个听说过。因为见贝壳见的少吗？嗯，五个贝壳拿绳子穿上，这叫一系。哦，两季为一棚，这个字来了，哥们儿了，拿两挂贝壳下来带你吃饭去。哦，也就说拿这棚去，嗯啊，就说明咱们的交情。是棚有什么叫棚？嗯，咱们能聚在一块儿就叫棚。哦，什么叫友？过心，互相能照顾叫友。哦，棚包括友，友不包括棚。你瞧，但是能到朋友那已经了不得了，这就有交情了。朋友分多少种？都有，笔友，笔友是写信，哦，以文会友，哎，嗯，网友，这是互联网上交的朋友，都上网，他们好出去玩去，叫驴友，旅游的那个，驴肉友，对，驴肉友，集中在保定地区，哎，都加火烧的朋友是吗？嗯嗯嗯，驴肉友，哦哦，炮友，喂，什么？好洗澡的那个，在澡堂子里边泡着的这个朋友，你以为呢？我以为取充电宝掉沟里头了。哦，你吓我一身冷汗。您还真怕你说出来放炮的那个朋友？没有这么些朋友。朋友分多少种？嗯，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那当然啊，嗯，这个过去来说有很多的说法啊。老年间说谁跟谁什么什么朋友？哦，啊，这个忘年之交，忘年交是？忘年交是岁数有差距，但是排除这些差异，咱们是朋友。怎么叫差异？你看，比如说我，哦，郭德纲，嗯，85岁了，嚯。于老师呢？家里有一个孙女儿，19。哦，您说这忘年交？不着急，我是不着急。您这过什么瘾呢？19岁一闺女啊，大高个儿，大长腿，大长头发，嚯，又狗狗又丢丢，这好看呗？就喜欢我。嗯，你瞧，我有点为难。还为难呢啊！我就跟着闺女说了，你奶奶要知道会生气的。没听说，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啊！不是，但是我决定要冲破封建的束缚，打破世俗的眼光，少来这套啊！流氓就是流氓，哎，你看，您说的这是朋友吗？这个。你看，我宁可把辈儿都挫下来了。你看，谁跟你？你不认可我们两个？谁让你挫了？这种感情，您说的不是忘年交吗？对，我们俩都忘了年纪，那是你忘了年纪了啊！我们都忘了有年子这个事儿，忘了年纪。我就说忘年之交。哦，有这个，哎，这叫忘年交。还有那个知音之交，知音是？你看，古代有钟子期啊，俞伯牙，哎，这听琴摔琴。俞伯牙是朝里的官儿啊，嗯，奉了大王之命，天下访贤。哦，走到这儿，听见钟子期正在抚琴啊，就弹瑶琴，弹着瑶琴，噔，嗯，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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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革命的红旗。这是姚琴弹的吗？这个这三弦弹的，这是反正就唱着弹着呢啊。哎，觉得你很好、哦、我要跟你交朋友。你瞧两个人一聊天、嗯、哎呀，志向方方面面的想法是一样的。哦，一个头磕在地上，咱们是好哥们儿、嗯，交朋友，咱们是知音嘛。嗯嗯，明年八月十五我还要来，再来，转年再来的时候，弹琴的这钟子期已经去世了、嗯、不在了。哎呀，好难过吧，就这那的，到最后琴也摔了、嗯、得了啊、不再交朋友了，琴摔了，摔琴，摔完琴抱着琴、哦、到这保险公司骗保啊，骗保去了。没有，这不是好人的，这个就说这意思啊啊，这是知音之交啊，有听过这个故事。哎，还有患难之交、嗯、您再说一说，比如于老师啊、哦，我怎么了？你是一个八十岁高龄的相声艺术家。哦，这是谁的孙女十九啊？这还你的孙女十九？我这嗨，那不管用。然后就给你、啊、从家 K 出去了。我这，您说说吧，这里边没有这孙女的事啊？哦哦，不挨着。嗯，于老师八十来岁，奔九十了，高龄了，老艺术家。嗯，从年轻的时候就坚持说相声。哦，喜欢，哎呀，爱说相声，在哪儿呢？嗯。东五环外头有一片高粱地，我在高粱地里说相声。哎呀，练功啊，打十四就在那儿练功。嚯！哎呦，练到八十，哎，长年累月跟那儿背词儿，练表情，练表演，给谁看？哎呀，爱说爱练。嗯，到八十岁这天，创作了一个新作品啊，叫《打倒郭德纲》。这个作品获得了业内同仁的认可。这高粱地里哪那么些主流相声演员？嗯。天天跟着练，嚯！打倒郭德纲，恨郭德纲啊！如何如何，练功呗！啊，拿这当练功，练功了。哎，这天高粱地外边来人了，哦，来一帮人上这逮蛐蛐来，啊，逮蛐蛐，逮蝈蝈，是拿一大抄子啊！哎，这抄子抡起来，咵，这个给老艺术家就扣上了。好家伙，我搁蛐蛐罩子里了。嗯，带头的这个是一华侨，哦，赞比亚的华侨，这地儿还挺偏，哼。嗯，你就是那个老艺术家于谦吧？他愣认识我，请您到我们那里去发展。嚯、嗯，赞比亚啊，在非洲的中南部，您还了解这个地方出铜矿，铜金银铜那个铜金属出铜矿，嗯嗯嗯，咖啡好，是当地日常饮食吃这东西叫恩西玛，恩西玛就是棒子面熬的粥啊。那不是就是棒渣粥吗？那个要请您到那儿去说相声，你一琢磨这干得过？哦，呵，要到了赞比亚，嗯，戴个铜草帽，嗯，端着咖啡，端着一碗棒子面粥，恩西玛，啊，您还了得吗？那是我净吃高粱了这么些年，嗯，我来点棒子面吧，对，换换口吧，啊啊，哎，我这什么形象？我这华侨说了，您要到那儿常年吃恩西玛，保证您最起码能活到六十，哼。我回去了，我这个，啊，啊去吧，这啊，给您送到六里桥长途汽车站。我坐着这个吃恩西玛去啊？对溜，哦，甭管怎么着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是。哎，这天您就到了赞比亚了。哦，到那之后坏了，是他们是憋着拿您祭天呢。怎么叫祭天呢？哎，当地有这个少数民族啊，啊，憋着拿您祭天，嚯、哦，给您先扒一个干干净净的。衣服、哎、那是扒好了，给您身上刷上黄酱，酱哎，有点葱花、辣椒面都撒好了，拿我当羊排要烤了是怎么着？这儿架上火，大铁篦子，好嘛！哎，人家所有的华侨跟那儿开开凉啤酒，等着看您呢，就等着吃我呢。这是要祭天啊！于老师傻了，那是啊，傻了啊！就冲天上喊吧啊！谁能救我呀？这还谁救我？谁就是我的亲爹！我就听见了，您是听见亲爹了，没听见我喊，我正在北京呢，我就听见了。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嗯，我得救你啊，您去救我，您落了难了，那您救我去。什么叫患难之交？你得落难，这是哥们儿，我赶紧给那边打电话。嗯，可以了，把人放了吧。你们一伙的，你们这叫这是救我去了，这才把于老师送回国来啊！你说咱们这交情差得了吗？没您好着呢啊！
于老师无以为报啊。嗯，对不起德纲，我你看就说说相声骂郭德纲来着啊、嗯、我也无以为报。那我有个孙女儿19，我这嗨别提这个了，怎么老有这19的，就说患难之交啊，这我明白了，但是这个都不叫事儿啊，你还有一种那叫什么稳静之交。哦，这个又是什么意思？自稳的稳，静是脖子、啊、哎呦，这稳静之交听着可比祭天那个听着口感就不一样。哎，那是得先稳静后祭天嘛、哦嗯、啊，那得还得拿您举例子，还拿我说。于老师怎么来？于老师是一个30来岁的一个大小伙子啊，年轻力壮。您身边所有的朋友嗯都是这份的、嗯、都好大企业家。是啊，呵，这个呀 啊买了私人飞机了，就是我的朋友那个光游艇趁10个哥们儿。这在澳大利亚买了5个海岛，这都跟我好。于老师说我不能落后啊。当然啊，我于谦也要成为一个醋类。哎，这就出来，我于谦要成为一个醋类拔萃的人，就冲这嘴就好不了你这。我要成为一个醋类拔萃的人。出类拔出类拔萃的人。我胆子怎么着？我要成为一个万元户。我死不死啊我啊，我还没成万元户，我跟人这帮交什么朋友？我是万元，这不1000010000的挣吗？哦，对不对啊？哦，先数着。哎，我的目标，我于谦要从10000开始挣，还没挣到10000，就挣了无计其数的10000了。哦，到那会儿我要把赞比亚买下来。你瞧，我买这地儿，我要到赞比亚去当国王。哦，哎，我的王冠是纯铜的，还是铜草帽、啊我端着我那恩西马，拿着咖啡。这碗棒子面粥就舍不得扔。嗯，我踏踏实实当我的国王啊，国王兼皇上。哦呵，都来。哎，兼正宫皇后啊，一个人干呢这事儿、哎，有点什么粗活累活都是自个儿的。好嘛，你就霸占了赞比亚，都是我的。那是，以后你死了，你那棺材里都是恩西玛。哎呵，我让棒子面粥呛死的。这反正人就是得有这想法啊。啊啊。哎，于老师一想，要是这样的话，怎么样？我先得有个好身体。啊，我先锻炼。哪个好身体怎么能坚持到赞比亚？是是是，你算算，打六里桥上了长途车，就这一道啊，颠蹬也得颠蹬死。哎，对，这得多颠呢，对不对？不能到嘴的恩西马让它飞了呀、嗯，没什么好的。哎，啊，从明天开始先去体检，哦，检查身体，有一个好身体。对，于老师去了，啊，那做个 B 超呗，是吧？哦哦，查查体啊，嗯，喝水。啊 ，B 超，打早晨9点到医院就等着叫号。哦，先喝水，做 B 超得喝水啊。对对，查肾，喝水，然后查的看得清楚。嗯，来一箱矿泉水，先喝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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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看着矿泉水瓶子，自个儿感慨。嗯，这要是一箱恩西玛得多好。嗨，这是我的图腾。那是，嗯，你的 logo。这嗨，行了，喝一箱又一箱，喝两箱。嗯。喝两箱还怕不够，一回头，哟呵，啊，医院还得准备茶水了，还有茶，旁边桌子上一个盘，嗯，盘上一杯一杯的，哦，哎呀，喝，热乎乎，啊，喝吧，不一样，那是啊，有的咸丝丝的呀，啊，还有的甜不劲的，这，根据口味调的，那是那是，喝吧，嗯，喝完了坐着，又说不出话来了，是吗？嘴里都拉不开栓了，齁的，嗯。护士出来了啊，那盘子尿样呢？好嘛，我就知道不是茶。那、嗯哎、20来个老爷们白尿了，这是。好嘛，我这毁多少人呢？于老师个儿老个儿老的啊啊！噗噗，干嘛呢？往外啐着结石。好嘛，还有老头这里头拧开水管子，嗯啊，撅那儿咕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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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喝凉水往下送送，淡化一下。好家伙，这肚子已经胀得都不行了，水多呀，千钧一发。嗯，那儿喊了。于谦到你了，终于到了，做 B 超。嗯，于老师进来了，是您好哦啊，于老师啊，嗯，躺那儿准备。哎，于老师躺那儿，人家大夫换手套，对，弄好了，一回头，嗯，把裤衩穿上，我脱了，我这太没有常识了，松紧带都崩裂了，实在穿不住了呢啊，再蹬上点去啊，那么大岁数，没羞没臊，真是的啊，你以为你是赞比亚国王呢是吧？不，这位什么都知道，这大夫这个愿望让人看出来了，哎，写脸上了。大夫手里拿一手柄，这儿看着那屏幕，嗯、这手柄在肚子上摁，他得看啊。这大夫太愣，怎么呢？摁的时候太使劲了，劲儿大了，屏住呼吸，啊
嗯，滋！哎呀，怎么了这是？于老师实在憋不住了，啊，尿了一墙。哎呀，到底是搞艺术了？怎么？要别人尿墙上就随便尿啊？您这尿出来四个字儿，写的是"妙手回春"。哼，大夫都得佩服。那是哈、啊嗯，大夫说滚蛋。哎呀，是得把我轰出去。尿去，尿去，尿去，尿去。多新鲜！尿太多都看不见了啊。好，这手柄就跟扔马桶里似的啊。对，于老师上厕所尿去吧。嗯，进去时候十二点。嗯，尿完出来十二点四十。好嘛，我尿盯一小时。嗯嗯，中午人大夫得吃饭去了啊。于老师也得吃饭去吧。是，吃完饭回来又弄两箱矿泉水跟在这儿，重新喝。我这多新鲜呐！啊，刚才那趴不尿出去了吗？是吧？啊，对，喝完了，喝完了，大夫还没回来呢。哦，自个儿在医院后门这儿遛弯儿。哦，医院后门这儿啊，有条小河沟，是，哎，有树林，哎，鸟语花香，嗯，跟着看着挺开心。哦，突然间发现打这边来一姑娘，哦，姑娘长得挺好看，嗯，满脸的眼泪，哭了难受，哭了，顺着河边往水里边走，哟，水都到这儿了，这是要自杀，嗯、这肯定要寻短见的。于老师善良啊，是啊，不行，我要把她救回来。我应该，但是于老师心说，从我这儿到他那儿、嗯，我这一闹，他一头扎进去死了，这就坏了，我来不及呀、啊！急中生智，怎么办了？脱裤子就尿，尿，那点尿都尿到河里边了。嗯，这姑娘回头看了一眼，嗯，骂着街就上来了。哎呀，对，都不死了、嗯、是吗？上来，你缺德不缺德你 啊？你是人吗？怎么了？死不让我们死一干净的啊？不至于污染成那样。于老师，我这是救你啊！啊，姑娘贵姓啊？是。我姓姚、哦、你好姚姐、啊、姚姐你有没有一好说好听的为什么要自杀嗯，姑娘哭了啊，活不了了说说原因我男朋友不要我了哟嗯，他非说我有外遇有没有说我跟李先生不错他冤枉我、哦、那人姓赵嗯，还是有但是孩子是孙大哥的好这就俩了于老感动了啊，好啊是啊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白天鹅呀嗨、哎，我给他炖了吗？那就、啊、怎么了呢？那白天鹅就玉洁冰清啊！我怎么瞧着的？爱你爱的都不行了哦！你能跟我交朋友吗？我很喜欢你这样的女子。嚯、哦！姑娘说要跟我交往，必须你得没交过女朋友才行。我很在乎这一点。那你怎么不在乎你自个儿呢？嗯。于老师一拍胸脯，嗯，没交过女朋友啊、哦！我还真这样。日后你就是我的王后。我早晚要带你到赞比亚去喝恩玛。哎，这别提这个。姑娘说：“那我还有条件呢。”你说说。嗯，有车有房。哦，没有爹娘。这条件狠点了，气儿做牙花子。嗯，可以买车买房。哎，但是我是一个孝子。对了，爹娘这个事儿、嗯，你容我半个月。哎，嚯！好家伙，真要下手啊！这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哎，这不是什么姻缘，一男一女，你恩我爱，情投意合。是啊，于老师跟这个姚姐，你别提这个了。两个人开始同居。哦，我们俩还同居。哎呀，找了一个特别棒的小区。嘿，你住三号楼，他住四号楼、嗯，这叫同居吗？这个，俩楼就都是你花的钱租的两套房，那就叫同居、啊。每天你过去给人家做饭、收拾屋子、刷碗啊，到睡觉人家把你轰回来。我就认为这是同居。得了，一晃仨月过去了。哦，这天夜里于老师睡不着觉，看电视。哦，电视演这《动物世界》。什么呀？春天到了，交配的季节开始了，万物复苏。是。于老师坐起来了。嗯，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呐。我拿动物世界当毛片看呢我这什么思路啊我这是嗯我要去找他想起来了认识快一年了凭什么嗯连握手都没有过呵拿钥匙我有钥匙那下三号楼奔四号楼嗯到这咔啦一拧开门一推门怎么样姚姐跟一男孩在床上躺着睡觉让我逮着了啊于老师这嗯这我这我行了行了我这要现行是怎么着王者之气王八之气这是王者之气气的滚赞比亚的国王啊这是啊哎呀行了干什么呢问问他吧一喊俩人坐起来了啊你看我我看你冲着谦哥嗯耶嘛愚人节快乐什么日子这愚人节快乐啊
于老师乐了，哎，愚人节快乐！我跟他们一块喊，打扰了，打扰了，再见，再见。我走了，走了，于老师走了。哦，一晃半年啊，哦，半年后这一天，于老师跟这女孩俩人跟街上走着走着，嗯，于老师突然间站住了，想，那天不是愚人节啊，这才想起来啊，我这反应半年。我是那么好骗的吗？那天可能是四月七号，想起来了，骗我说那天到底是不是愚人节？嗨，你问这干嘛呀？哎呀，姑娘也傻了啊！于老真急了，那还不急？旁边路上有一个卖西瓜的，哦，于老一伸手，把卖西瓜这刀拿过来，哎呦，搁脖子这儿啊！说，嗯，那天到底是不是愚人节？这叫威胁，千钧一发，救命的朋友来了，您到了，就是我。您怎么着？我打着过，我一瞧于谦拿着刀呢，啊啊啊！吓坏了。是，谦哥一叫我，他一回头，刺啦！哎嗨，稳静之交，这交情叫自杀，这交情叫后事都是我办的，那管什么用？还死你手里了呢？坟前立了一块大石碑，一人多高，上面俩大字儿，什么字？活该！哎嗨。这是活该，这就是交情。嗯，当然了啊，各种交情，您这个之交那个之交，这说起来，嗯，几百年的历史，是咱们说那些个呢，也确实不太现实。哦、我只是希望跟您，咱哥俩，您说好好的过一辈子。谢谢您，真的、啊、应该。我就拿您当我的亲哥哥一样看待，您就是我的亲兄弟。真的、啊嗯，有人要是送我一颗人参啊，这么长，二尺五。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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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给谦儿哥送去。您这兄弟，您要这么说 啊，要有人送我这么大一灵芝，嗯，不要，给郭德纲拿去。你这有人送我这么一桶恩西玛，给于老师送去。我给您送过去。我们这一国都是这个啊。陛下，让我感动。您客气。有人给于老师送一盒子来啊。来人表情很阴森，怎么？这是于谦的，哦，他一走，打开盖一看，嗯，里边是一个坏蛋。你要留下这东西，你就是坏蛋了。嗯、那我怎么？我一把就抢过来了，哦，拿过来放到我兜里，嗯，我是坏蛋，这可不行，我得从您那儿抢过来，揣到我怀里，我得是那坏蛋。从你怀里抢过来，掖着我嘎着窝这儿，我是坏蛋。从您嘎着窝里抢过来，揣到我裤子兜里，我是那坏蛋。打你裤子里抢出来，塞你嘴里，我是坏蛋。那你就是坏蛋，你这，你看懂交情不懂啊？不像话的，有往嘴里杵的吗？不懂，把你嘴里掏出来，搁到我那小盒里头，哎、我是坏蛋。打您盒里头，我抢过来，锁到我箱子里头，我是那坏蛋。打你箱子里拿出来，搁到我保险柜里，我是坏蛋。嗯，打您保险柜里抢过来，搁到我保险柜里，上上锁，把钥匙我得扔到河里头，我是那坏蛋。我不要了，不要了，像话？你看你这么要紧，给你吧啊！不行，咱俩得抢啊！我还得抢，当然了，从河里把钥匙掏出来，开开保险柜，拿出这东西来，搁到你们家祖宗板上。嗯，我是坏蛋。你太迫切了啊！嗯，我把我们家祖宗板那拿下来，我翻山越岭，越岭翻山，找到你们家祖坟，打去坟头土，撬开棺材盖，我把这坏蛋扔你们家祖坟里头，我是那坏蛋。啊，打我们家祖坟里把这坏蛋拿出来啊！我翻山越岭，越岭翻山，找着你们家祖坟，打去坟头土，把你爷爷棺材搭出来，撬开了，要往里边扔。哟，还扔不了？怎么呢？里边躺着一坏蛋！我去你的！嗯，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每次跟谦儿哥聊天都是我最开心的事情。这我们愿意聊。我认识他的时候十六七，是那会儿来说。我们这样的叫北漂啊，就漂在北京啊。到了北京，羡慕人家这样的。我是北京人嘛。啊，那会儿在专业的曲艺团体，有个单位，一个月挣800块钱的工资，那就不少了。羡慕。后来一想，人家于谦应该挣八百，怎么我就应该挣八百呢？你看有一个成语说的好吗？怎么说啊？谦儿八百的吗？谦儿八百的就是我应该挣八百，挣八百。
到了北京对我很照顾。哦，带着我这儿演出那儿演出去啊。嗯嗯嗯，那会儿实话实说，80年代末期，哦，看什么都新鲜，那没见过什么啊。哎呦，我记得带我到那个五星酒店去演出，那时候五星酒店很少。80年代末，我们一说住店还得是国营旅馆呢，就是招待所呀，就是那个玩意儿。对，哪像现在似的各种快捷酒店很丰富啊。嗯，那会儿没有。嗯，五星酒店去了就傻了，没见过。哎呀，真好。到时候那洗手间啊，谦儿哥，嗯，你看人洗手间小便池啊，比你们家吃饭的碗都白。哎，没听说过，有这么比的吗？没见过呀。啊，小便池里泡着那个球，啊，粉色的、绿色的、红色的，那洗涤的。看看这个，嗯，谦儿哥这是干嘛的？我解释一下，谦儿看看，嗯，这就是，嗯，谁横着那糖掉了啊？我没见过，就胡解释啊？咱我真信呐。哦，就信了，我真信呢啊！嗯嗯，接完手出来，在外边等着他啊。一会儿于老出来了，嗯，哎，我呀，那是我真信了，那是，嗯嗯，不知道绿色的什么味儿。哎，对，我再回去取去。嗯、一晃啊，半辈子过去了，真快，是不是？嗯，我认识他那会儿还小伙子呢，这都年轻，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啊，嗨，一掐滋嚯嚯。墙上写着妙手回春。哎呀，你这掐到膀胱上了，这下不要说的那么恶心。现在后台刚才我看着的鬓角都白头发了，不少了，真感慨。嗯，也别说他，我也是，都一样。原来站台上说相声3个钟头5个小时不觉得累，就是年轻啊。现在站时间长了腰酸腿疼啊。嗨，连他媳妇儿都说我。我媳妇儿说你什么呀？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谁说的呀？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这个高峰的媳妇儿也说。是啊，孙悦媳妇儿也说。嚯，你这当你好多说相声媳妇儿都说。您这朋友交的广泛，那我得累死呢。这行，玩笑说玩笑。嗯，希望谦儿哥身体健康。谢谢您，您得多活些年，哥哥。哎，我听您的。您真有个三长两短，你那一大家人都得我管。我用不着。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是，但也是最难的。嗯，啊，都说了，我们是个语言的艺术。嗯，什么叫艺术？哦，这个还有解释吗？艺是艺，术是术，细说说。艺是演员的能耐，哦，术是把能耐卖出去，哦，有艺无术那叫诈骗，嗯，有术无艺那是商贩，都不对。那当然，哎呀，我这个东西，我这个艺这么好那么好，从人文的角度、美学的角度、这个角度、那个角度，如何如何这么好那么好，嗯，你说卖票卖1毛钱，观众扭头走了，不看，你就叫诈骗，哦。为你花1毛钱都不值，你有什么脸？你还跟人谈艺术？也是，对吧？嗯，单有的树摆个摊卖花，啊，卖条子、卖菠菜、卖白菜，一样有人买。啊，这里边不涉及到艺，你只是一个销售。啊，对，它不是艺，只有合在一块儿才叫艺术。这有道理。说相声其实有窍门，还有窍门。第一是活着。啊，那是是是。第二是忍着。您怎么解释啊？活着很重要啊。是吗？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嗯，你把那3个人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是啊，这么解释。25死一个，啊，31枪毙一个，嚯，40拿车撞死一个，呵，就剩你一个人了。嗯，你连个人话都说不利索。哦，你活到90，你就是艺术家。怎么就艺术家？你有话语权啊。哦，那仨比你能力大，那在盒里边了。对，没法抬杠，所以一定要活下去。嗯，活下去很重要，这是重要。第二，嗯，忍着，忍着怎么讲啊？小不忍则乱大谋，怎么叫忍呢？该忍一定要忍。哦，不值啊！你只要忍着，你就看唐僧了吗？唐僧就这一道路过9妖18洞，洞洞闹妖精。嗯，忍到最后，求取真经。哦，成佛了。艺术之路也是如此。也得忍，你只要忍，早晚你能上西天。嗯，我忍死了，我这个，我很多地方，嗯，
跟唐僧很相似。怎么相似呢？第一，嗯，我们都有很多名字。名字多吗？唐僧，嗯，三藏，哦，玄奘法师啊，玉帝，嗯，是玉帝哥哥，嗯，嘿，师父，哦，对，徒弟们喊师父，嗯，哎，我也是，您也有吗？徒弟们喊我也是师父，这也有，哎，人有尊称，那个郭老师，有，其实咱不敢当，嗯，啊，有张云雷的粉丝，他们喊姐夫，啊，对，嗯，你看看，你看看啊，嗯，有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还是喊爸爸的多，有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没听说过，没听说过，辈儿太小了，我这个，这是我跟唐僧相似之处，哦，这都一样，哎，还有第二点，我们都是为祖师爷打工，哦，给祖师爷干活，替祖师爷传道，替祖师爷收徒弟，嗯，祖师爷还不管饭，嘿哈，这祖师爷够狠的啊，嗯，第三，嗯，我跟唐僧有一个相似的地儿。怎么都让妖精惦记着，这个怎么讲呢？吃一口唐僧肉长生不老，嗯，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紫，哦，你还真是这样，那是你你看吧，蹭 WiFi 还嫌网速慢，嗯，啊，最重要一点，我跟唐僧一样啊，还有他身边有一个猪八戒，哦，嗨，我这我不跟那位比了，就玩笑说玩笑，嗯，相声不容易，是我们还得好好的努力，应该四门功课，嗯，脱鞋就唱，嗯，脱鞋就唱，啊，什么说学逗唱，说学上炕，啊，上炕干嘛，脱鞋是脱鞋就不脱鞋不上炕啊，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对，嘴里得干净，嗯，无论坐在哪儿哪个角度，观众不管您是坐着的站着的，嗯，底下的上头的啊，天花板里头的是吧？没有的，电工啊，电工那是耗子啊，嗯。无论在哪一个角度，每一个字儿，嗯，都得送到您的耳朵里。这应该啊，嗯，说话不清，钝刀杀人，这不行。是，嘴得干净。哎，还有很多基本功呢。嗯，我们的基功，说学逗唱啊，唱，唱，唱指的是唱太平歌词。对，这是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本门唱，因为之前我也确实在台上说过这个，哦，我说说学逗唱啊，唱是唱太平歌词，嗯，为什么呢？唱京剧、唱评剧、唱梆子、唱歌，那是学，嗯，因为人家有专业的演员嘛，哦，郭德纲唱一个梆子，唱一个评戏，唱一个歌，你一定是有专业院团的人在唱，哦，所以我们归在学里边，就学人家嘛。唯独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自己的唱。当初我年轻气盛，我在台上老说这个啊，不会太平歌词，你就不是一个专业的说相声的。嗯，得罪很多人。是，时光荏苒，岁月穿梭，一晃我也这个状态，这个岁数了。哦，提起这个问题，我很有感触。自私一下，我说的对。嗯，嗨，你不会就是不会呀，啊。你不能因为你不会我改了规矩啊，嗯，弄不了假是不是啊，嗯，太平歌词，于老师那会儿为了唱太平歌词在太平间住一年多，我啊，我在那儿学的太平歌词，好几回都差点烧了，嚯，哦，太下本了，在太平歌词唱太平间当当当唱，哎，唱完了还得喊，哦，有不服的坐起来，好家伙，你坐起来我就服啊，嗯，扶着你躺下所以我们今天请于老师唱两句太平歌词，对，人家爱听您唱，唱一个什么呀，嗯，我这直说太平歌词，你说叫小帆保安给他弄出去，嗯，什么韩信算卦，哎，你看这是有明白人啊，嗯，保安别弄，先弄这个，哎，好，都弄出去，这个明白人先弄出去啊，嗯，唱几句你们尝尝好不好，哎，嗯，唱一什么呢，嗯，会的实在是太多了，哦，这难就难在这儿，就跟你们出来的时候要是趁一柜子衣服啊你且挑不出来，哎呀我没有衣服穿，嗯，要就那一个裤衩好办，嗯，那就别出来了啊，不出来不行，还得上赞比亚当皇上呢，好家伙，那还趁一碗棒子面粥，嗯，那叫恩西玛隋炀帝无道行师兄，好，嗯，一句啊，他自个儿叫好，
为什么唱一句呢？嗯，让你们先尝尝。哦，太平歌词难在这儿了，他没有乐队，哎，也没人帮衬着，全靠自己。嗯，最难就是这个，是啊，你这是一百人大乐队啊，啊，连钢琴在这，在哨什么都有，还有哨啊。乐队嘛，有挣的多的，挣的少的。哦，弹钢琴的一场150啊，吹哨呢一场3毛。特好，因为他不用雇一搬家公司啊。贵贱不说，合到一块儿去嘛。啊，那是他们的事儿啊。一吹哨，钢琴就开始弹。哎呀呵，所以说我们从小就学的是这个。哦，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功，说学逗唱的唱。是，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嗯，都算是学。哦，啊，那会儿没事儿的时候。满处去找老师去，让人教，嗯、啊，那会儿来说，还得锻炼肺活量。肺活量，你肺活量不好，你唱不了啊，根本就。嗯，我这个肺活量就是那会儿他大妈教的我。我大妈怎么教的？得跑跑就能有肺活量，跟着我来。哎，他大妈拿块砖，我后边跟着。嚯，你这偷人玻璃去了是怎么的？所以说没肺活量唱不了这些个哦。你包括现在张云雷老唱那个《探清水河》啊，是啊，这都属于唱学唱里边的。嗯啊，岳云鹏老唱的什么《送情郎》，嗯，就这类小曲儿。于老师也学过这些。我们小时候一块儿，这都我有一个小曲儿，于老师是最爱。您很多小曲儿都爱。不，您有最爱的哪个？《青楼悲秋》啊。我喜欢那曲子。你喜欢那地儿？哎嗨。很多小曲儿其实过去都是北京天津的小曲儿，嗯，但是大伙儿种种原因吧就都失传了。哦，要感谢东北二人转。怎么好些个，你比如说探清水河，嗯，那是正经北京的小曲儿，是没人唱啊，后来人家二人转还保留这个人就学，当然唱法有调整。嗯，但是也有人说，咱也看过，有些专家说了，嗯，探清水河这是摇调啊，啊，这个妓院里边唱的，嗯，其实这是瞎说。不是，过去这个青楼女子啊，客人来了就是陪人喝酒唱一唱，什么都唱。嗯，贵妃醉酒她也唱，京剧她也唱，是她会什么唱什么。你不能因为她在那个环境唱完了，这东西就算摇掉了。嗯，咱得讲理，你说是不是啊？没错，没错。来帮客人，我要听京剧，人家这四个青楼女子给唱段京剧，你不能因为这个把京剧就归到摇掉里边，你这个不讲理，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嗯，啊。所以说很多小曲我们都爱，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青楼悲秋，恰恰是青楼以外的人唱的。是吗？青楼熟悉吧？你看他忘了，那会儿他小。什么叫忘了？他成长的地方。好嘛，青楼，嗯，当初是那个地方，后来新社会没有了。是啊，当然前些年有那个类似洗头房的地方啊。嗨，这个我不太熟悉，回待会儿让谦儿哥给你们讲。嗯，我也不熟悉。嗯，洗头房20年前那是喜闻乐见的一个群众业余活动的地方。什么叫业余活动？一个小房间，有玻璃门、玻璃窗，屋里点一个粉色的灯，啊，里边坐一大姐姐，画的还挺俊啊。嗯嗯，跟屋坐着，嗯，你打那儿过，他敲窗户喊你，喊。谦儿哥确实从那儿经过，但是没进去过。哦，当然咱们不会进去，单纯善良。是谦儿哥打这儿一走，嗯，走过去了。哦，得里边那大姐敲窗户喊他。哦，噔噔噔啊，玩会儿嘛。嚯，谁玩谁呀，啊，这个好不是这么粗的声呢，能把谦儿哥吓着啊。 啊啊，你看多少钱？别问价儿，我就不进去，还问什么价啊？这是这已经都取缔了，没有了。嗯，没有了，没有了。嗯，旧社会有风化场所。对了，很多有技术的女人在那儿工作。你就别起名字了。嗯啊，反正后来有那个时间长了，嗯，不想再从事这门工作了。哦，要跳出来。嗯嗯，那个词儿叫从良。是的，就是嫁人寻一夫找一主，嗯，过日子。哎，所以这个小曲儿反映的是那个状态。哦，青楼悲秋，那您唱唱，那挺好听的啊。嗯，今天就唱给于老师听听这个。哎，您别客气，大伙儿都欣赏。皓月呀，当空啊，如同波舟啊，有姑娘们坐。就在青楼啊。
斜倚栏杆，两肋交流。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庄稼哥们儿走，怕的是起早贪黑不得自由啊，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说相声的走，怕的是浪迹江湖不得自由啊，他抽烟喝酒还要烫头啊。怎么唱着唱着又往我这儿拐过来了？要不他打小就爱这段呢。哎，跟我有关系啊。这是小曲儿。嗯，这些个呢还属于是我们曲艺的范畴啊，小曲儿。但是唱戏也都是我们的老师、嗯、啊，都得学呀。说相声得会唱戏呀。是是是，像我们小时候在团里边、嗯、那会儿涉及到这段、嗯、这段相声里边涉及到京剧了，哦，那会儿老师就给我们送到京剧团去，就去学一学。这段涉及到评剧了，嗯，就送到评剧院去。这栽培嘛，这他那会儿老上那个京剧团。我喜欢唱戏、啊、那个人缘啊，谦儿那会儿一送到京剧团，一进门一大帮老头就把他围上了，这熟极了。那是烧锅炉的王大爷，嗯，扫地的赵大爷啊，做开水的孙大爷。我怎么全是大爷？就这帮老头爱他爱的跟老伴儿似的，没听说过。我小的时候净学评剧。哦，您喜欢评戏？哎，老师就给我送到评剧院去。评戏一进门一大帮小姐姐就把我都围上了，全是小姐姐，唱花旦的，唱青衣的，哦，哎，小的十七八岁，大的二十出点头，六七十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嗯、大爷们会吃醋的。哎呀，别提大爷了。哎，为什么要都学呢？嗯，它是因为每一个曲种每一个剧种发音位置是不一样的。哦，这还有区别、啊、对了，它每一个位置有的地方吧，它吐字是一种方法、哦、行腔又是另一个状态、哦、都学会了在舞台上我们得以展现。哦，那你比如那会儿我们还上梆子剧院跟老师学唱梆子，河北梆子，河北梆子，河北梆子，你看比如说都是一个老生唱腔，它嗯，它这个位置就有区别。您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听一听。你看比如说你这举个例子啊，梆子老生分男老生和女老生，或这也分，同样一个活，同样一段唱腔，男老生跟女老生的唱法都不一样。都怎么唱、啊、你比如说他梆子有一个有这么一个腔啊，嗯，你看，嗯，女老生啊，女老生啊，可说是我的儿啊，女老生，嗯嗯嗯嗯，还沉浸在那个状态当中。男老生就不一样了，男老生怎么唱？男女同调哦，男人的嗓子达到不了女老生状态，是他会有这个本公音背公音的相结合，是他会半说半唱。他怎么唱？可说是啊，我的儿啊啊！哎。嗯嗯，真他妈脆劲。嗯嗯，这发音不一样，那就是欠啊，你知道。哎，还有一个呀，爷爷骂给孙子的，不听了不听了。嗯，哎呀，这就长能耐知道吗？长了。他其实那会儿老上评剧院找我去。哦，应着名是找我玩去，实际上看那些小姐姐啊、哦，我当时谁都喜欢啊、哦嗯，去了跟人小姐姐们起腻，教我一段吧，是吧？哎，流氓啊，我这是，啊、教我一段，教我一段，我要学段评戏。哦，姐姐们，你哎呀，这把裤子提上，谁呀吧？我脱了裤子跟人学什么去？我哎，那会儿还小，小孩小孩小小子，那会儿刚多大？刚、啊、刚十九啊，是二十？嚯、哦，那就是流氓那个。啊，他评剧唱的不错。没有，瞎闹。你看，你看，又来了。没有，没有，来段吗？别去，听您的。
我陪着你唱啊。哦，评剧有一个现代戏很棒啊。你看那个戏呀、啊，它不一样。比如说您看黄梅戏、嗯、看越剧，啊，都是才子佳人爱情生活哦啊，它最符合老百姓的口味。嗯，你看秦腔京剧竟是帝王将相，哦，大气哎，历史大故事，它不同的剧种，它不一样的故事。是评剧也是，嗯，爱情啊，家不长理不短的呀，嗯，这个故事。哦，为什么评剧现代戏还多呢？嗯，你看这个刘巧啊，这都现代戏，拍了电影了。是这个表现出来，观众能接受，好听哎。他会唱刘巧，刘巧他唱的不错，几句学过几句。我陪你一块儿啊，咱们唱唱啊。刘巧跟赵柱儿俩人有对唱，哦，小声小旦，谦儿哥唱的可好了。没有没有，主要带着我带着您一块儿、啊，我搭个架。嗯，一见大婶杨长去，柱儿心中暗着急，悔不该做事太无理，悔不该对人瞎猜疑。走上前叫巧儿，我对不起你。咱们俩谁跟谁，何必太客气？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咱到村子里头解决问题。村里头万一他不同意，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县里还是不同意。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省里头一个样式不同意。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什么词儿这是？哪儿有这词儿啊？哪就不同意了？哪那么些不同意？没事，您就会几句啊。评剧适合唱现代戏，是是是，但也不是所有现代戏评戏都适合，是吗？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很火。哪个呀？叫《列宁在一九一八》。知道。哎呀，电影话剧都演，老人都看过。有一个小评剧团啊，觉得也不卖座也不挣钱。嗯，咱们能不能用评剧演一下这《列宁在一九一八》？演这戏，因为评剧咱们有这个翻这个电影翻话剧的历史啊，要翻外国戏。那是你包括当年民国的时候，哦，很多这个老的话剧都被评剧翻了，甚至连《雷雨》评剧舞台上都有过。哦，所以说咱们翻这个《列宁在一九一八》行吗？呵，化妆什么跟电影一样，但是演出来确实有点欠缺。不，这应该有意思啊！这个，哎呀，您给学一学怎么演《列宁》啊，《列宁》我们也粘个头套啊。也穿的跟话剧一样，哦，马甲，背带裤，哎，列宁。十月革命刚成功，嗨，国库紧张，粮食空，哦，我，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呵，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哦，天到值班时分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的了？你什么味儿啊？这是。此前想后，叫我放心不下呀！啊，要唱《论顿大大大大烫了浪忒雷烫大铺得烫》。嗯，列宁家作，克里姆林宫。哎呀，叫一声斯维尔德诺夫，上前听分明。嗯，我命那瓦西里去把他粮食弄。天到了值班时分。不见回城，呵，还甩腔儿。旁边斯维尔德诺夫也得唱，他怎么唱？叫一声列宁同志，不要着急。嗯，为此事我问过捷尔任斯基，这都什么人呢？他言说彼得堡交通不便利，嗯，抢到了粮食可木有车皮。哎呀，瓦西里工作一直很努力，你就放心吧，我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嘛，非唱全名不可了，这个。后边瓦西里就来了，还唱呢，唱肩板，怎么唱？吧嗒，烫忒烫的浪烫，隆咚一隆的烫，杀出了东宫圣彼得堡，抢出粮食好几包，嗯，忙向列宁去报告，
谢宁同志，我把粮食给您了，弄回来了。呵，列宁同志开心了，他说腿好了。对，这是正味儿。我一见瓦西里把粮食弄到，哦，不由我扶了金明儿一来起列宁喜上眉梢，太闹得慌了。时间紧，任务中困难不少。嗯，瓦西里可算得什么呀？一个好宝宝。什么词儿？这是